去，我这一耙子都给你搂上来，兄弟上货了，上货了！哎呦啊，兄弟，你这操作可以呀、啊！哎，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，我这也有一条大鱼啊！兄弟，这次看我的，瞄准了，我这一榔头给他干蒙着，一二三，走！好，你们一个个捕个鱼整那么大动静，耙子锤子都用上了，我这也有一条，赶紧整上来，上来了，这一条起码也得有四五十斤呀、啊，赶紧往上搂，哎呀，回来，捕鱼你得有方法和技巧，你得悄悄地靠近它，然后趁它不注意，把它慢慢地搂上来。小鱼儿不要动哦，这不就上来了？兄弟，你说的对，就得悄悄地靠近他，然后瞄准了给他当头一棒。我操，竟然瞧不起我！这个鱼更瞧不起我，我可是在这里钓鱼啊！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不是我钓的鱼，我才不要呢！赶紧给我滚一边去！